可爱的 baby 让人看了就超疗愈，但对家长而言，欢喜生更要能快乐养。新北市推出育儿资讯网，提供全方位的讯息，减轻爸爸妈妈们照顾上的负担。从第一家走到现在58家公共托育，私立的到149家，我们外送的比率、外托的比率从8%到30%，新北市都写下了新的历史。但是我们好还要更好，如何我们把这个营运管理中心，让我们的资讯平台、资讯网能够做出来？我想这一点，谢谢我们长庚科技大学，谢谢廖主任啊，你们大家的努力，我们继续的让我们所有的托育团队在资讯化提供给家长更多、更快、更好的服务。比如说，他点选了一个区啊，一个区啊，林口区，林口区的地图就会出来了。这里的所有的公托、准公托、私立的啊。居家托育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哈。新北育儿资讯网提供福利补助、薪资分享、托育服务以及亲子馆活动等各项讯息，打造及时且方便查询的平台。而在启用典礼的现场，也表扬了协助收托弱势婴幼儿的托婴中心，感谢他们为弱势家庭贡献力量。新北爱小孩，育儿一起来。幼无幼以及人之幼，新北市积极建制托育服务网络，并提供丰富优质的育儿资源，要跟所有爸爸妈妈们一起呵护我们的下一代。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。